者吴佩桦台北报道 ，Jabra 今年一月在美国 CES 消费性电子展发表第三代真无线耳机 Aloid 65吨，主打高品质通话。台湾宣布4月10日起上市，售价6290元。不同于锁定运动族群的 Aloid Sport 系列，最新的 Aloid 65吨是为了高度通话需求所设计，因此配置了四组麦克风、蓝牙5零规格以及一次充饱电，可连续使用5小时，搭配随身充电盒，续航力长达15小时。此外，透过 Jabra Sound 应用程式中的音效均衡器，听音乐时可依喜好调整个人化音效，支援 Apple Siri、 Google Assistant、 Amazon Alexa 智慧语音助理，具备 IP55 防水。而除了 Aloid 65吨，业者亦预告另一运动版 Aloid Active 65吨之后会引进台湾贩售。 Jabra 第三代真无线耳机 Aloid 65吨电力增至15小时，记者吴佩桦社。 Jabra 第三代真无线耳机 Aloid 65吨配置四组麦克风、蓝牙5零规格。记者吴佩桦社。 Jabra 第三代真无线耳机 Aloid 65吨售价6290元。记者吴佩桦社。